哪有犯规啊？明明就是我。有人乱打，我一个风给我吹掉。明明就是我赢的。再跟你比一场就好了。好啊。那你要让我爆裂吗？要啊。战斗开始啊！你又自己爆裂了，都是自杀爆裂。你又自杀爆裂了，你看，你都没有都赚太大力了，就自杀爆裂了。你看我都不会赚到哦，你看超稳的，非常稳定。你的都撞很大力，哈哈哈哈！吴信义，你看你又爆裂了。妈，耶！你的也爆裂了。我的没有爆裂。你看你的停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的先把你爆裂。那这是几呀？最后一次哦，好，最后一次，你太大力就会爆裂，我看你掉下去就爆裂了。战斗开始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的都这样子丢下去，撞到都爆裂，都很不稳定，因为你的方法不对。你要多多练习才可以。你看我的都很稳定，我的天翼战神都超稳定，锵锵锵，就慢慢的就把你爆裂了。Yeah! Oh yeah! 我又赢了。不行，你要再去改装新的才能来挑战我。你看我的还在旋转。好，你先去喝魔法水啦。用风的，吹的。赶快喝你的魔法水，不然明天就不可以去花莲了。坐着喝嘛，那么大杯，你要一口喝完，吓死人了。这是我的超强天翼战神，吴信义帮我做的。结果都把他吴信义打败了，超强魔法水，不是超强魔法水。